今天是2021年7月14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22:53。今天呢，有个消息啊，听到一个消息啊，乔治亚州佛罗里德的纪念墙遭到雷劈啊！我们来看看，什么一个原因啊？什么原因？我看到那个啊。那个叫应该是叫，钢铁侠还叫什么啊？钢铁侠一个巨人呐、在天空当中天空当中过来呀、从天上从地上走过来啊，一个巨人呐、走过来了，跑到那个跑到那个弗洛伊德那个纪念墙那边，就一脚啊，一脚。啊，就把它蹬了啊，一脚就把它蹬了啊，一脚就把它蹬了啊，一脚就把它蹬了啊。这雷有没有？不知道，没看到有雷啊，没看到雷。但这个巨人啊，是那个巨人应该叫钢铁侠吧？啊，钢铁侠啊，一下子就把它蹬了啊，蹬了一个，转个身啊，就走了啊，就走了啊，走了啊，转了一个身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